谢就你们都能够听到现在，还是你们是在等吕士轩？你活动才刚开始，不要这样。啊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带来我们的新歌，然后因为一两年前我们不小心没有门啦，就我不小心当爸爸，然后我们的贝手不小心当妈妈，然后我们又不小心，其实也没有很不小心啦，就是没有很小心。那其实就为人父母之后才知道说，因为现场也是很多很年轻的人，就是真的是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就是蛮辛苦的，其实也还好啦，他们有时候也还好，没有很辛苦。但就是其实如果说就是我们就是都听话一点，但是就是谈恋爱啊，就是照谈，然后 IG 啊可以追踪我们。我们抓到重点了，是父母的谈话呢，还是社群的追踪？社群的追踪，可以全家都追啊，就是全家都追踪一下我们 Triple D 的这样，然后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在关注我们，就可以就更多的表演这样子。啊，总之接下来是我们的新歌，是因为我们的小孩子诞生了，那我们要写一首歌给他，希望能够唱给他听这样子，那希望你们也都会喜欢。等一下，这首歌是母语，因为我们贝斯手是阿美族的朋友，所以他中间这一段会有一段歌词，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简单的，其实氛围就是带小孩一起去看星星跟月亮，然后跟他介绍星星跟月亮。那个风很大，金竹啊，真的好冷，你要这样讲才听得懂。他讲听懂啦，是。有，他们都点头，就是星星跟月亮。对啊，这首歌的歌名叫《Foolish》，是星星的意思吗？月亮，月亮是月亮的意思啦。你是想听吕士轩？喂，我觉得你可以念一下，然后说是什么意思。不要，我要让他们听，用听的就好了。哦，好吧，就是妈妈带小朋友去看，然后问他说你喜欢哪一颗星星。然后我喜欢月亮的一首很简单的歌词的歌，对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